大家好，我是肥太郎，好久都没跟大家更新过浪来了系列啦。基于在疫情臭肺炎底下，大家都未能够去海外旅行，有见及此，我就决定重启浪来了系列，展示一些以前去过的活动，重新俾我哋嘅太郎君观众咧有去旅行嘅感觉。如果你系第一次睇呢个频道嘅话，这个频道咧现阶段咧都主要系讲一啲关于超人同埋蒙面超人方面嘅资讯嘅。如果你中意嘅话，就记得订阅同埋揿钟仔，以后有新片你就可以即刻收睇。今次嘅呢一条片咧就系过大海去澳门，重新翻到去三年前嘅 Commander 大集合特展，喺2018年6月16日至8月26日喺澳门百老汇二楼嘅 Commander 大集合特展，主打集合咗超和至平成33位主角嘅1:1拉打仗。虽然当时 Bilodo 咧就连载紧嘅，不过咧喺展场上面咧最新嘅 Commander 咧就只系去到 Exedo 嘅啫。根据报道，这个活动系由80后嘅主办人 Marcus 举办嘅，原因系因为澳门咧可以俾小朋友玩嘅设施咧真系唔多啊，所以咧佢就希望呢个展览咧系有得睇又有得玩嘅。而因为当时我仲未成为一个 YouTuber。我是完全冇拍片嘅触觉嘅，不过接住落嚟咧，我就会展示一啲我当时影咗嘅相。相咧其实就唔多嘅，不过全部咧都系自己同埋同行友人当时最想影嘅相嚟嘅。一入到去喺百老汇一楼上二楼正式进入会场，我哋喺呢一张展板上面竟然可以见到一啲瑕疵 ，Fize、Lado、Hibiki、Kabuto 竟然都系揽住 Decado 腰带嘅，佢哋全部都系 Decado 嚟嘅。黄小明啊，果然系无处不在啊！好。买票入场，咁呢个展览咧，无论系展板定系入场票咧，都系十分之着重 Exedo 嘅粉红色同埋一号嘅绿色去作为配色噶，咁就应该系一个新旧嘅对比嚟嘅。一入到去可以见到一啲超和时代嘅劇照，由初代 Commander 一号去到 Black RX 都应有尽有。之后咧就系、一啲劇场版嘅宣传海报啦，我自己就私心影咗自己中意嘅劇场版海报，同埋私心咁影咗自己同埋同行友人中意嘅电王头像，仲有充满神秘感嘅 RAHDX Commander Kuga Ultimate Form。之后咧就系、到重头戏嘅部分啦，1:1嘅拉打仗 ，Commander Commander 阿卡尔 Commander Li Su Li X X X Action Amazon 来打 Commander Super One Commander Black RX超変身 Commander Kuga。 最后呢就私心咁影咗加太郎最鍾意嘅 Dango， 加大太郎最鍾意嘅 Kabuto， 同埋我最鍾意嘅 Oz。 虽然我係最鍾意 Oz， 不过我最后呢都係选择咗同自己第一位接触嘅 Commander， 我嘅初恋 Kuga。 为咗致敬佢，我仲举起咗自己又肥又短嘅手指公。咁讲到係有得睇又有得玩，最后呢其实呢係有一个嘅摊位游戏区嘅，记得大约呢係20蚊一张游戏券咁上下啦。咁肥太郎啊，基于天生就係一个游戏王，我买咗5张嘅游戏券，最后嘅战绩呢係获得咗4个揽枕，1个 Akito， 2个 W， 1个 Kiba， 再加多一张 Blado 嘅贴纸。最后我亦都将呢啲嘅奖品呢送咗俾亲朋戚友，其中一个 W 嘅揽枕呢我就送咗俾呢我腰骨唔係几好嘅嫲嫲，大家快啲叫我孝子啦。而因为本人係十分之鍾意 Kiba 嘅，所以呢一个 Kiba 揽枕到而家呢一刻呢都一直係紧贴住我嘅背脊，呵护住我嘅尾龙骨嘅。好啦，咁今次呢条片呢就嚟到呢一度啦，下次呢就再同大家去第二度旅行啦，希望你哋可以订阅揿钟仔 CLS 追随太郎君嘅全部平台，同埋加入我哋嘅 YouTube 会员，成为太郎小兵嘅一份子。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Swatch。